如果咱们顺利的吃掉了南城门，那么西街、东街两条主干道的四个路口，就是咱们的重中之重。 四个路口，嗯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 刘西瓜，这次你慢了。明明是我先到的。那看这次谁快。 那么我们最后的分店就开到临安府的府衙门口。出了什么事？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一伙贼寇突然攻破了北城门，进城烧杀抢掠，这会儿就要攻入咱们知府衙门了。快通知武德营顶住！ 同时，医药力保、火药库不实。是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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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么拿下临安，就是时间问题呀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英雄英雄，庆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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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请来，李白。英雄，作为竹记初创的几位元老之一，是吧？对于经营，对于开铺的，颇有心得。嗯。 这临安的竹记铺，你交给我，我一定给你办得有成有色。李兄此言差矣，哪差了？元老之一，我冯某人也是元老。我哪差了？我高兄坐实人生。儿子之恩，如莽之人，宁兄，皇城家业平地起。天下人莽夫，天下人莽夫。李兄台，啊，关于竹记。
林安分舵的舵主，宁某心中已经有了最佳的人选。来来来，听弟兄安排。那就是啊，一人一马，仗剑天涯，刀口舔血，快意人生的耿直、耿护院。 姑爷说笑了，主计怎么可能给我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弟兄开玩笑。老葛，姑爷什么时候骗了我？我宁毅什么时候说话不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？记住一句话，跟姑爷混，一辈子吃香喝辣，要玩就玩。我现在兑现自己的承诺呢，你有意见？ 不是，姑爷，我，老葛啊，你写的那个画本看了，虽然篇幅很短啊，就三页，但是我看出了什么？一个天赋异禀的写作奇才。但是，就在苏家当一个小护院一辈子，这书就烂尾了。 你没有入世的阅历，没有历练，你后边怎么写？那故事都编不出来。所以我特意把你派到临安，当一个掌柜，每天迎来送往的那些人，这是丰富你的见识。我相信，我等着看后边的故事。你们觉得呢？老耿当掌柜，有没有人反对？不反对，支持。听弟兄安排。来来来，掌柜来来来。 姑爷，嗯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记挂我。我刚从嘴笨，不会说漂亮话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老耿，你一大把年纪了，也该想想自己个儿了，把你心里那人啊娶回家。嗯，归我敬你，不行，你干了！哎哎哎哎哎，你要干活咱一起。来来来，尝尝尝尝，来来来，哎，你们小点声，小姐睡觉呢。 睡了怎么了？睡了又叫起来。宁兄就是我宁兄，为了竹姐，为了竹姐，为了林安，小点声。都小点声，小点声。 哎，对不起，大白天怎么躺路上睡呀？你们俩是不是一块儿喝的呀？少喝点不行吗？早晨起来醉着多难受。你是不是你有病吧你？ 早起不看路呢。嗯，你说，哎，老板，卖什么呢？
哎，大馒头真好，给我来几个。做不做买卖了？大早晨还睡觉呢，我自己拿了啊。别杀我！别开口！谁？宁公子，是我。娄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舒安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贼寇正在城中搜捕商人，你们身份敏感，我担心你没有办法出去找吃的，就从家里取了这些给你们送来。
姐姐，外面兵荒马乱的，遇到危险可怎么是好啊？不会的，你们住的这个地方离我家只有一里地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，若是他们想在窄巷子里捉到我，那比登天还难。快让大家吃点东西吧。小陈，你先躲一躲。林公子，听说这伙贼寇十恶不赦，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四处抢掠，搜索富商。武德英虽然奋力抵抗，但是收效甚微，我看他们也顶不了多一会儿了，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出去啊。那这么说，临安八成是沦陷了。娄小姐，你还知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出城的办法？四个城门都被贼寇占领了，毫无出城可能。老大，我刚看到了，就在这个院子里。赶紧去搜，抓住了送给暴头领，周中有赏。是。是你啊，进来说话。袁将军，现在临安城情况怎么样了？贼寇人数众多，破城只在旦夕之间。这伙贼人乃是为祸西南的方天雷一支，十分难缠。不瞒你说，我们已经接到了转攻为守的命令，尽量守住临安城，撤离难免。那袁将军的意思是，现下还有撤离的方法？城北不远处有一码头，有船会在那里接应。你们可以从城西的窄门出去，武德英会保护大家的安全，护送百姓。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吧。多谢袁将军，快快快快快，收拾收拾细软，咱们准备撤退。好，多谢袁将军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多谢好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回家了！这几日不给娘子捏脚，我手都痒痒。没出息，捏肩捶背才最舒服。啊，是是是是是，赶紧收拾行李，快快快快！那我也先回去了。舒婉姐姐，你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了，我家里还有我哥和我爹。这样，你们跟袁将军先走，我接上我家人之后到码头和你们会合。一路小心，我们在码头等你。放心。袁将军，麻烦您护送一下娄小姐。好，我送。谢谢。檀儿，咱们也收拾一下。嗯。走。快点，走。将军，快点。刘统领，不认识我的刀也就算了，我你也不认识吗？小人多多冒犯，还望刘统领恕罪。抢东西我不管你们，人为什么也抢？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你也知道，包统领好这口。人给我放了。好，哎，你们几个赶紧把人放了，快点。鲍文翰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是是。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给我跳，继续跳啊！一进城就抢劫打人，谁让你这么干？施暴的人，治安可是老司管。滚！叔叔，别瞎说，瞎说什么呀？你是坏人吗？大侠，看着这个孩子，求求你，千万不要伤害他呀！求求你了，千万不要伤害他呀！求求你！小鬼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叔叔。我就教你一遍啊，像你爹这样的才叫叔叔，像我这样英俊潇洒的，我叫哥哥，懂了吗？懂了。乖，最近锁好门，别出去，多囤点粮食。好，好，一定要保护好小姐的安全。记住了，哪怕我不在了，也要保护好她。宁兄，收拾好了。收拾好了。咱们是逃命，不是旅游。这大包小包的带着干嘛？放这儿。外边都是贼兵。那个。趁手的家伙带没带啊？带了，带了，带了。方圆，沈淼这瓢我就忍了。你拿的这是什么家伙？馒头啊，又可以砸人，又可以冲击，很趁手啊。要不我让老耿给你炖俩鸡腿啊？行了。跟你们说过多少次，怜香惜玉记不住啊？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要是打坏了，是不是暴殄天物啊？拉去后院，饿上三天。不要！不要！放我下来！饥饿是最好的良方。人为了一口吃的可以答应任何要求，没挨过饿的人不懂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也想试试？嗯？那就接着舞，来。这么大动静，刘统帅来了。鲍统领好兴致，还听上戏了。我问你，外面满大街的抢姑娘算怎么回事？还想给你们宣威营的弟兄们一人发上一个夫人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我开城门放你们进来，不是让你们来烧杀抢掠的。临安是我们的大本营，你们一来就搜刮百姓，强抢民女，现在搞得民怨沸腾，我们还怎么在这儿立足？这可怪不得我，咱们商议好的，你们霸刀营负责治安，我们宣威营负责敛财，街上乱不乱可不归我们管。好，
那谁让街上乱了，我便管谁。刘西瓜，你别仗着你是圣宫的义女就在我这撒野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什么都是圣宫安排的。今晚圣宫驾临，有本事你让他来治我的罪呀。抓紧时间。嗯。檀儿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这把刀你先拿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不会用刀，落入敌人手上，搞不好给他们提供了武器。你收着吧，我去院里看看。老弟，你为何会有这把匕首？啊，这是我离开江宁的时候一位老友赠送的。敢问这位老友可是姓秦？啊，正是秦老。哎，我们俩关系这么好，就送我这么一把破刀。临安城密侦司校尉袁定齐，参见指挥使大人。哎，袁将军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司？这柄匕首，乃是金朝右相秦嗣源的佩刀，也是密侦司总指挥使的象征。密侦司的兄弟们曾在这柄刀前发誓，要齐心护朝平安。老弟，这刀若真是秦相亲手赠予你，那你便是密侦司未来的希望。如今临安城危在旦夕，大小奋战布局一盘散沙。袁某，恳请你留下，率领我等一同夺回临安。袁将军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我就是一个小小赘婿。老弟，你们密侦司，我坏了。陈大木，好像是太平巷那边。他娘的，走！陈大木居然会被干掉，有意思。哥哥再见。撤！将军，这家伙是贼寇右统领包文汉的副将，方才他发了信号，想必现在全城的贼军都朝我们来了。太平巷居民众多，一旦打起来，伤亡就在所难免了。告知附近所有居民，立刻向码头撤离。是。将军，就你们这几个人，要阻拦全城的贼寇，那不是送死吗？我们拖住敌军多一刻，百姓的生机便多一分。老弟，别替我们操心了，我派几个手下护送你和家人，出发吧。将军，刚才你是不是用火药炸死的贼寇？是。哪有吗？主武器库已经被攻占，只剩马车上那些。你等我一会儿。怎么了？你们先去码头吧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你要留下来阻止贼寇？你若留下，我也不走。这儿要是失守了，大家都跑不了。你们先去吧，我肯定会赶上的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老耿在，把小姐带走。是。你敢？小姐，快走！林立恒，走啊，小姐。德营全体听令，将剩余所有弟兄全部召集到这儿，咱们和贼寇决一死战。是是是。
提醒你这空谈误国的混账东西，此时晋国国力空虚，不趁此北征更待何时？你们就是莽夫，尔等莽夫不懂国事，休要乱言。晋方灭梁，军事正盛，我国贸然与之为敌，岂不阴魂烧身，生灵涂炭？且如今临安贼寇未平，又劫掠火器，伺机发展壮大，若腹背受敌，我武朝岂不危殆？你放屁！密真司得到消息，晋国精锐折损过半，哪来的军事过剩？我看你们是收了晋国的好处。陛下，众臣已等候多时，不知何时开朝议事？不急，容朕再想想。莫非陛下对征晋之事？朕已下诏征晋，如今天下皆知，若突然反悔，岂不是遭天下人所耻笑？只是如今临安出现一伙贼寇，那里是我五朝的军机重地，又是天下粮仓，若真是有个什么闪失，别说北征晋国，连吃顿饱饭也会受到影响。临安战事未平，朕断不敢贸然出兵北征。请陛下放心，临安遍布我密真司精锐，连同武德营正在清剿贼寇，不日便可以稳定局势，绝不影响我朝北征大计。况且臣还有一条万全之策。说来听听。晋国刚刚并吞梁国，此时正元气大伤，臣建议可由董道府率大军先行北上，同时派两位小将率晋军南下，与临安城内我方部众里应外合，不出一月便可以除掉贼寇，带上全部火药及火器北上，与董将军会合，晋必可破。哈哈哈哈，秦老果然思虑周全，不愧于先帝所托。只不过今日修朝不宜国事。陛下，退下吧。太师，太师，今日圣上，我知道今日未开朝议事。果然朝中诸事都逃不过您的法眼，吏部跟兵部听闻临安遇袭，都纷纷跳了出来反对出兵北上，就连同克和李刚还在御书房外动起手来，好不热闹。只会看热闹，你可知御书房里陛下和秦思源单独谈了一个时辰吗？秦思源确实去见了圣上，但听柳公公说，他出来的时候面色阴沉，眉头紧锁，后来圣上也没颁什么诏约，这说明圣上也没拿定主意。请太师不必多虑。嗯，一未雨而绸缪，故临渴而绝井。我要是如你这般粗枝大叶，估计早就被那秦思源抄了家了。
开始教训的事。派个人到城东的花香斋买上一份蜜糖豆糕，用最大的锦盒装。天气热，放冰块，别化了。遵太师吩咐。去吧。只有这几箱吗？贼寇众多，消耗得很快，只有这四箱了。光凭这几箱远远不够啊，除非……抓住他们！兄，别走了，要被发现了。我没抖，什么在抖？你才没抖，是你心里在抖。你这叫抖不抖，以及人之抖。我，各位，安全了，走。小姐，走了。你们几个，有本事跟老子过过招！嚣张！拔刀结合，快跑！我们赶紧走吧。走吧。我的副将陈大木是不是在你手上？就你们这些人有没有素质啊？跟这儿正吃面呢。